为着好民众有一个舒适优质的生活环境，罗岗镇公所特别伫街尾里进行围墙彩绘，甲路边的围墙做彩绘，让整个环境变甲非常的水，民众经过的时阵买单欣赏。原本拢无啥物的围墙啊，伫经过彩绘了后，是变甲非常的水。为了让民众有一个舒适优质的生活环境，罗岗镇公所特别伫路边的围墙啊进行彩绘，有那环境变甲更加水，买单感受到艺术气息。咱这个啊，街尾里啊，有真侪这个啊土墙吼，啊，从破破烂烂吼，啊，就得不美观，而且吼，咱街尾里伫咱这个幼儿园，加伫咱富安公家游客也是很多吼，啊，希望公家会当来做一个改善。那我们向啊彰化县政府吼申请啊地方的一个小型补助吼，啊，即个补助800,000，啊，将一寡。啊，较破破烂烂的一块土墙吼，来做一个这个彩绘。那啊，李长非常有心吼，伊画一块咱鹿港吼啊，较有一块代表性的，包括啊棉花鹿啦吼，啊是讲一块这个叫做啊这个南墙吼，会使用画了美轮美奂。我相信这会当带动咱鹿港的观光以外吼，因为咱鹿港即马。啊，向中央争取真侪钱，要来打造国家历史风景区吼，6年60亿。啊，加上吼，啊，咱这个地方啊，一寡这个较无好看，感觉较破烂的所在，咱一一来整理。所以我伫这要感谢咱吴理事长的用心，也要感谢彰化县政府吼，我们啊魏县长吼啊能啊适当的拨一些款，让鹿港每个小地方吼都重视，让这个地方。啊，更美轮美奂啊！我相信这游客进来到这，会感觉也有一种那种新鲜感。而且小朋友家出出入入吼，我相信这是一种啊，这个很好的一个视野吼。透过围墙的彩绘，和原本看起来真简单的围墙啊，是变甲真无同款。嘛，好经过的民众，大家看了是非常的娱乐。新中华新闻蔡良清，鹿港采访报道。